Cici 在这一次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新发现，也就是我们璀璨赚白浓缩精华里头的掌心亮白现象。存在在我们的人体的手掌心跟脚掌心之间呢，有一个非常独特的蛋白质，这个蛋白质呢叫做 DKK1。 找到这个天然的黑色素抑制剂之后，我们透过非常厉害的这个仿生的技术，我们就是要让你的掌心亮白的现象可以运用到你的脸上。当你擦上这一瓶璀璨蛋白浓缩精华的时候呢，你的皮肤会自己透过一个珍贵的成分去帮你制造一个天然的黑色素抑制剂。其实我一直都很喜欢他们家的产品，因为他们家就是我说的天然，然后植物，他们不会说哦，用我的美白产品啊，你就东西都会，比如说斑点啊、疤都会消失。他会跟你强调说，你不只擦我们的美白产品，你还要辅助要记得防晒。所以我觉得他们去他们的柜上使用他们产品的时候，可以得到很正确的知识。